啊，惭愧，是这么个惭愧，啊，那惭愧不容易的，哎，不容易，刚刚我们做什么事？谢谢啊。哦，天选之人啊，我创业这些生人嘛，人无生嘛，一早一天就要跟人对，我还要讲那些称赞哦，我还根本就惭愧，哎，我还是甚至他鲁钝，他唔知人咧讲啥物话，超人咧，是讲应该做起吼，哦，你见到你同意人咧生，啊，其实你嘛是一种好处。啊！那你甲恁耍，你甲恁故意哦，恁拢听拢无，嘛是一种好。有当时啊，咱爱有一点见地啦，吼，有一点，咱就讲一个层次吼，自然就是很高的嘛，吼，自然就是不会介意的吼。遇到一些不顺的吼，咱心中自然就是未起的念佛，未起。哦，你个生个吼，生个命哪对？咱你看会当生，就是讲别人唔对，是我哪对？啊，我一定要维护，我是对的。哦，啊，这世间这社会上头第一个事故，就是拢安尼啊。伊是咧代表上帝啊，伊咧替天行道嘛。哦，伊要处罚歹人嘛。哦，伊要教示咧，不离不弃的嘛。啊，这些东西安尼自由哦，最好的啊，顶下那也还是我习惯的哦。所以讲哦，这嘛是一种，你若讲他们是一种的法治的境界吼。一般的脾气歹，可能较小生，啊，恶直啊吼，啊，跩生人咧抱怨啊，较属于那思想念头观念吼，意识形态那种的。较属于花痴吼，后面的赞助较悬的吼，啊，这要修吼，要化掉吼，无执花痴啊吼，哎，让超越生人啊吼，啊，华人吼，哦，这嘛是爱心照顾的吼，要破无执花痴，这等于是要破无明的嘛吼，哎，让破无明的达到妙地位，将来让登彼岸啊吼，得彼岸。哦，安尼，这个境界吼，小概无简单，超越生人凡人，达到无生凡人，哦，咱若只想讲超越这个阴阳对待，超越意识形态，哦，这都无简单啊，好啊咯，那也叫继续学习啦吼，因为吼，咱咧，好啊，咱咧看迄字啊嘛是，感觉吼，咱这个境界，无法度到会到诶。哦，就伊所了解的境界，就是讲哦，当时啊，广泛的人的伊的体悟啦吼，啊，加咱听的人的体悟，这两方哦有迄个距离，哦，有迄个差距的吼。啊，毋过咱一般咧想，还拢想讲，啊，我来讲，咱清清楚楚、实实在在、详详细细，安尼讲互你听，啊，是咱哪代拢听讲？听拢无哦，啊，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境界吼，见地啦吼，所以咱咧修咧，咧修就是一种诶，即个见地吼，啊，较哦，见地就是讲咧，菩萨无代志解围吼，伊着是先是主是有是非有是，哦，先得哦了去，哦，得到了法，啊，我听迄个有教法师咧讲，慧律法师咧讲六祖啦吼，六祖慧律法师吼。已经达到八地菩萨，八地菩萨，哦，阿弥陀佛位，甚至都肯定的吼，很肯定的吼，阿弥陀佛究竟位了呢？那就快要，等于快要做无处菩萨的吼，哦，啊，大汉的想法是安尼啦，吼，啊，这无处菩萨是几地开始的吼，哦，那个那个那个继续学习的吼，啊，先讲到这啦，啊，他们注意些事。感谢啊，赵老师哈，后面李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学员哈，好。
伊嘛是真正亲身去的一个见，哦，啊，基本上是知道我们自己喜好，啊，听到这首歌，我应该知道我阿无，无奇妙，甚至有奇妙。